简单，然后可以发挥到最大效果的舞步，是，而且面对女生的，对，面对女生的时候非常需要，所以男生们，请好好的学，不管男生女生，请好好的学，好 ，OK， 好，先，好，右脚先往前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很简单，就四步而已，就四步。走到前面，对，然后加上半身的动作，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简单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这个为什么往前走呢？为什么往前走呢？是因为比如说我看到一个，哎呀，好漂亮的女生哦，然后我要很帅很帅的靠近她，所以我就带一点点往前的步伐，然后一点点跳舞的。所以就是七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要，因为那个很紧，所以有一种不同啊，很简单，没有音乐，对，没有接触，真的好好好，有点危险嘛，所以对，然后开始。加腰的动作，我们要有点开始律动。G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从头到最后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手有点急。比如说耍帅一点，然后或者是打开一点动作，对，然后起来进行反常。如果男生的话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个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如果那个时候在这个前面有女生的话，好，如果我是女生，变成这样子，对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好，这样的步骤。如果你被女生有点啊。这就是被拒绝，这不要再摸，不要摸它。好，来，有点快了，快了。五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可以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配音乐喽。